就是刚才您说这些，就是全是靠气息，而不是像比如说我吹小号的，是靠舌头，对吧？去，舌头也是靠气，也是控制气息。不是，舌头是有一定技巧，但这个方面不一定有，是这样吗？它更接近萨克斯的操控的，不是小号那种的。不是，小号的振动方法也不一样，小号是靠嘴皮子振动。对，嘴唇振动，它双吐或三音的时候，它是也是，这是一样的。还是双吐？您现在是用的气息是吗？不是用舌头？舌头也是用，也用舌头，肯定用舌头。不是，咱刚才你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个问题是两个问题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。在不同的，这回我们要说到不同音色不同操控这件事情。对，在刚才演示的那个竹笛的音色，你听到的所有效果是气息触发，但是在小号它触发的是靠舌头。有气息，可以。